我生气了，单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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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气死我了！一定是我需要后面有敌人，我才有办法转得好。单挑，哎，歪掉。就是这里要碎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就跟你说哈，一定是实战啊啊啊！是不是有差哦？完美哦 ，nice。就非得逼我跟人家玩才有办法，还好还好，要有人哈，没人我要怎么甩？以后就是要跟玩家玩才知道怎么甩。我管不是祭司的料啊，我是实战的料啊。祭司五把成功，实战一把成功，可以。哎，有没有订阅啊？还知道我吗？哎，来不及了。啊，不知道我齁。哼哼哼。来啊，哎哎。嘿嘿，一了。从小我就想要这样玩了。来啊，你过得来吗？哎、欸，完了，玩过头了。还好，还想学我逆向嘞，再来呀！还好还好。哎、欸、哎，是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你好，有看过我台吗？记得订阅哦。帅。帅帅帅！记得订阅，不要说我帅。哎、欸，还好他有选赛道酒。这个没有，这个不知道暗号是不用让啊。大家怎么贴弯啊？有没有粘在墙壁？啊，靠！我的心脏不太好，啊、撞了撞了。阿、啊、道，来，再来，再来。我们等等就来开一个观众考试房，等下考试咯，你们准备好你们的账号了吗？准备要来考试咯。再宣传一下，五月份的时候会有假数月的队内。我怎么觉得怪怪？他是开外挂吗？他是开第七耶、欸。他该不会等下瞬移到终点了吧？等一下，我怎么觉得他不对劲？哇，真的是利器耶！你们看到那一道光吗？你们看到那一道光？哎，我真的不忍心赢他哎！完了，这个新手玩家加入我还赢他，这应该是回锅玩家吧？我在猜，而且还是一个妹子，看得出来。是个妹子啊！刚回来的玩家开利器，我开最强的车，这样对吗？我们要让他获胜的感觉。嗯嗯嗯。啊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可以可以。
哇，力气干传说、哦，有点猛。啊，差点！哎呦哎呦，还要啊！恭喜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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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你！有点猛，有点猛。还好，他不是外挂。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房很难进的，五秒是吧？哎，哇，回不去！三四，等一下，啊、哦，回来了！哇，我太白痴了吧？我们有时候撞一台再按喇回去了就回不去。这么佛系的考官只有我了吧？哇哇哇！撑着撑着撑着，你们可以的，考生们你们可以的，阿达！啊！他也阿达我，好凶好凶！我也被阿打了，阿打，啊！哎呦，被阿打到！他怎么没气啊？哎嘿，哎，哦呦！风车不错嘛，毛笔。哎、欸，可恶！我以为他会进来，我那个墙壁反弹法刚好杀到他了都，结果没有得逞。看来只有这个毛笔可以进哦，啊，有机会进，哎、欸，还没有赢我呢。哎、欸，后面的考生加油！我想办法帮你们拖他。哎、欸，毛笔好难撞掉、哦。啊，没有了。哦呦，哦呦，好身法，好身法。你可以过这一关，你就可以进。哎呦，真的过了！啊！结果他没过那一关，我是不是很对不起他？我就跟他说过来就进了。当然。结果没了，可恶！再第三次，都是那个气没满，我已经开始习惯这超快速了。我已经快习惯这超快速了，等等。这是我想到的过法，好小兄弟哦，小兄弟过法，到底行不行呢？过头了，过了啦，29秒，
是不是过了 ？Nice， 29秒达成任务。啊，太刺激了！哦，很难控哎，速度太快了。以前就是晚上看电竞节目的，很佩服可以玩到这么厉害的硕哥，永远支持。感谢抖内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。好了，我今天直播是要到这啦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。好啦，非常感谢今天收看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咯，好不好？我硕哥是一个说到做到的男人，所以记得订阅订起来，拜托了，拜托各位了，再麻烦各位订阅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咯，明天我们再收看直播，然后顺便宣传一下我们的比赛，那个5月24到26，甲州一车队内部会有个比赛，然后会是这三个车队比赛，然后记得加到那个 LINE 哦，那个 LINE 的地方就是阿姨打的，好不好？感谢哇！是谁懂嘞？我这个哇，这么大包黑猫，恭喜129，感谢懂嘞，给黑猫一个赞赞赞赞赞，感谢感谢。好了，今天就非常谢谢各位啦！每天中午12点记得精华这方收看一下，订阅不要吝啬的帮我点下去，勾起你的小叮当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